人民的名义全套送审案片泄露，盗版网上流传。近日反腐大剧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，但同时也被盗版盯上。网上流传出55集全套视频，屏幕上有送审案片字样，并有播放时间轴。不少人在朋友圈传播链接，甚至还有人以此牟利，在社交平台标价出售。人民的名义凭借其话题敏感的大尺度、直接官场潜规则等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。目前豆瓣评分 8.8 分，收视率破 3， 成为名副其实收视口碑双赢的神剧，更是引起外国观众的热捧和追剧模式，网络播放量早早突破10亿次。人民的名义盗版网上流传，然而人红是非多，剧红盗版多。近日网络上泄露出了《人民的名义》送审样片，共55集的高清盗版资源，甚至有人在微信群、QQ 群、论坛等社交平台公开售卖55集盗版内容，仅以几元价格出售，对电视剧版权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。此前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也曾遭遇部分尚未做完后期制作的片源在网络流传，而《人民的名义》遭遇盗版后，有网友对此事件表示愤慨：一个反腐电视剧被泄露内部送审版本，真是非常恶劣，希望有关部门严查。目前网上流传的部分链接已经失效，无法打开和观看，但仍有不少链接可以观看。对于片方来说，由于泄露面非常广，打击盗版需要一定时间，最终对电视剧会造成多大伤害，实际上很难评估。一起长大大数据给我们上了一堂情感教育课，继家庭剧、玄幻剧、古装剧、青春剧之后，近年来掀起了一阵大数据热潮。吴秀波、张嘉译、孙红雷、张国强等实力派大叔纷纷抢滩荧屏，凭借热精湛的演技和成熟的个人魅力，打造收视爆款之外，也俘虏了无数迷妹。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的《一起长大》，既有印象中大数据温暖疗愈的元素，更把爱情和亲情的成长诠释得感人肺腑。生死离别、阴差阳错、起起落落，都是生命中一场必经的修行。在情感中，我们很多人都是懵懵懂懂的孩子，成熟从来和年纪无关，而在于人生的经历。欢笑与眼泪，误会后释怀，彼此相伴，慢慢长大。望天也，婚姻的破裂，公司的破产，毛毛的出现，让他学会放下身段，勇于承担，不自私，不逃避。丁满失而复得，重归于好的婚姻，让他找到了真实的自己，不抱怨，不求全。孟小夏一段自欺欺人、蛮不讲理的单恋，让他明白谁才是对的人，不幼稚，不执念。李佳豪默默守护，却几番被拒绝，让他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不胆怯，不错过。还有让人心疼的毛毛，父亲因车祸去世，被生母两次抛弃，在万天野那里找到父亲一般的温暖，却终究要学会长大，忘记痛苦，快乐地活着。爱情不是一厢情愿，而是彼此真心。有时候我们会为了笃信的爱情奋不顾身，结果伤了别人，也痛了自己。其实真正的爱并不是一厢情愿，而是彼此真心，或者笑着成全。望天野和丁满十年的婚姻因隔阂而结束，因真心而重圆。一个为了事业忽视了陪伴最爱的人，一个在婚姻里迷失自我，抑郁难解，离婚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只有失去过，才更懂得珍惜。共同经历生活的挫折和考验，
发现彼此身上刮目相看的优点，百转千回的爱情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快。孟小夏和万天野，一个一片痴情的率真女孩，一个左右为难的落魄大叔，在万天野最痛苦无助的时候产生了情感的交集，但这段相遇并非爱情。面对孟小夏发动的攻势，万天野出于感激犹豫不决，差点毁了自己的感情。经历啼笑皆非的多爱战，孟小夏终于明白自己并不爱万天野，而他也找到了真心喜欢的人。互相成全的故事，皆大欢喜的结局。李佳豪和孟小夏兜兜转转之后，才发现最爱的人就在身边，从未离开过。李佳豪的心意本是确定的，几番表白被拒绝，来自家庭的压力让他一度选择退却。孟小夏被无理取闹冲昏了头脑，追求并不是真爱的人，白白浪费了佳豪的一片痴心。好在这堂迂回的爱情课没白上，勇敢面对不再逃避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哨兵英平硬汉要荷尔蒙更要演戏，以往观众印象中的哨兵是一点豪气的江湖大侠，是刚正不阿的铁血硬汉，而在一起长大里，他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，少了一些霸气和荷尔蒙，多了几分温暖和细腻。躺在大雨里的痛苦无助，面对孩子时散发的浓浓父爱，对父亲从怨恨到释怀，生活的变故，事业的起落，爱情的考验，哨兵把万天野的成长和变化，一个平凡人的喜乐悲欢诠释的自然而接地气，演技始终在线。王子文看麻辣小妞演绎别样追爱记，看惯了王子文在电视剧里白富美和小妖精的形象，此番演一个麻辣小妞倒是别有一番味道。老实说，孟小夏的人设不怎么讨好，他有善良率真的一面，也有心机使坏的一面，为了阻止万天野和丁曼复合，花招百出，上演了一场别样的追爱记。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角色，都会觉得他过真实过自我，宁可爱错不愿错过，敢爱敢恨，潇洒放肆，活得无拘无束。从孟小夏身上，我们看到王子文新的戏路。看完一起长大，我们也许会明白很多东西，关于生活的每一段插曲，关于命运的每一次考验，还有人和人之间朴实真诚的情感。分享到